多地求人，我偏偏摊上你了呢？哎，魔星啊，救救我！哇，你看那星星好漂亮啊！啊，我真的想飞上去看星星。啊，你还想飞上去看星星？你可真厉害，你太厉害了！我真想看星星，很近很近的看。看星星，可以啊。对。哎，飞的总比走的快。好。干嘛停下来？想飞天看星星啊？嗯，带你实现这个愿望哦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我真的飞天了！哈哈哈！姐姐，你看月亮，好漂亮啊，离我们好近啊。你觉得在月亮里有外星人吗？当然有了，每个星球上都生活着独一无二的外星生物。他们正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璀璨文明，我们的宇宙才会显得又神秘又伟大。那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话，我肯定要去外星去开辟我们 F 集团的美妆市场。你啊，那我代表我们开普敦星第一个不欢迎你。开普敦？原来这就是你真实的身份。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就是开普敦星人，害怕了吧？嗯，那我也诚实地告诉你，其实我，哼，就是我们地球的 Superman 超人。嗯，那你厉害，你自己飞吧。我小时候就把我的翅膀折断了，不信你看，我跳下去肯定飞不起来。哎呀呀！哎，行行行行，哎呀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哎，行行，你不用飞，我来当你翅膀。你看，那如果你当我翅膀的话。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哎哎，行行行，哎，真的，一定会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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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。好，你坐下吧，坐下吧，你这样我飞不稳喽。坐下，坐下。翅膀，翅膀，翅膀，我的翅膀。嗯，翅膀。哎哎，我有翅膀了。翅膀，翅膀，你有，你有，你有。哎，行。